当我们说起天文望远镜时，你脑子里面浮现出来的形象是什么呢？是伽利略用来画下凹凸不平的月球表面时所使用的那种折射式的望远镜，还是位于智利阿塔卡马沙漠里面的那些巨大的射电天线阵列，或者是跟零零七一起出名的藏在神林里面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它们虽然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甚至连发明的年代也跨度极大，但至少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不能变形的固体。 哎，这么说起来，难道还有不是固体的天文望远镜吗？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就要给你隆重介绍一台可以流动的天文望远镜——水银镜面望远镜。 它是如何工作的？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它能给天文学的未来带来哪些不可思议的突破呢？好，带上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了。不论造型怎么变，望远镜的主要目的都是收集来自遥远星空的星光，并把它们汇聚到一个非常小的区域里面，以求达到一种积少成多的效果，然后再在这里通过各种手段来展开观察。由于发出星光的天体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远处天体射向我们的光看成是一束束平行的光线。于 是在二维平面上能够令这些平行光线汇聚到一点的最简单的形状就是我们中学里面学过的抛物线了，而在三维上则是由抛物线围绕中轴旋转出来的抛物面了。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可以造出一个很大的抛物面，就可以利用这个抛物面来汇聚星光，进而对遥远星空进行观测了。可以得到抛物面的方法呢，其实并不少，尤其是对于现代已经非常先进的制造工业而言。不过它们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一个字：贵。 而且越大越贵，还似乎是以指数级别来变贵的。那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方法呢？哎，有的。 当把一个盛放着液体的容器旋转起来之后，在重力与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呢，页面的中心开始下降，而边缘则开始上升，正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抛物面。如果把这个容器换成一个大盘子，把容器里面的液体换成是可以反射光线的水银的话，诶，我们岂不就得到了一个便宜又好用的大口径抛物面了吗？然后将一台相机放在这个抛物面的焦点之后，它不就成了一台完整的望远镜了吗？ 这个就是水银镜面望远镜的工作原理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啊？而与简单相对的，啊，就是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了。先说优点啊，显而易见就是便宜。 太便宜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还在建设当中的位于印度北部、口径达到四米的国际水银镜面望远镜，未来的研究目标是那些极其暗弱的星系以及类星体，了解它们的演化规律以及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这些目标啊，都同位于智利的鲁宾天文台基本一致，但造价才是后者的三百分之一，仅仅略高于两百万美元而已。 当然，缺点也显而易见。正如瓶子里面的抛物面只能出现在水平面上一样，水银形成的抛物面也只能保持在水平面上，所以它只能朝向头顶的方向进行观测，不能转向。一旦盛有水银的容器发生倾斜呢，抛物面就会失稳，也就无法对准目标进行观测了。 另外，由于天文观测通常都需要长时间曝光，而指向固定的水银望远镜在曝光的过程中会随着地球的自转一起转动，使落在相机里面的图像形成一条条拉长的轨迹，根本无法得到有用的信息。所以这样说起来，它再便宜又能如何呢？毕竟能干活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别急啊，跟普通人正好相反，科学家的想象力基本上都是靠贫穷激发出来的。拍不了清晰的照片，就发明一枚装在照相机前面的矫正镜。先是将星体弯曲的轨迹拉成直线后，后再让相机以与地球同步的速度往前移动，一列一列的读出数据并进行积分，以此来生成一张清晰的照片。这样的方式呢，被称为延时积分模式。那歪不了脖子该怎么破呢？答案是不用破，想办法把劣势化为优势。 既然容易做大，那就利用大口径带来的高灵敏度，然后再加上每天看到的都是固定的方向，所以就可以把每天拍摄的图像叠加起来呗。原则上就能进一步的提高对暗淡天体的探测能力了。同样也是由于观测方向固定啊，而且是周期性的在固定轨迹上扫过，就可以在时间尺度上对目标的变化进行观测，并进一步揭示出变化背后隐藏的真相。 正是由于这些创造性的扬长避短，才能使国际水银镜面望远镜以三百分之一的身价跻身到像鲁宾天文台这样的顶级望远镜之列。 好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啊。由于水银镜面望远镜结构简单，美国和加拿大都曾经出资对在月球表面建设大口径水银镜面望远镜进行过可行性研究。尽管由于水银在月球表面会瞬间蒸发，变得不适合使用，但科学家们也已经找到了替代材料，一种熔融,融的盐即所谓的离子液化合物。同时，由于月球的低重力环境，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大这种液态表面望远镜的口径，甚至突破一百米都是相对轻松的。好吧。 似乎这又为人类重返月球提供了一条不错的理由，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